开玫瑰的衣柜，自信是必备单品。成日好像乌蝇咁围住人转，讲都讲唔走。咁多男仔上门嚟揾你，点解啊？因为似你啦，生得靓，三观更要超前。爱情好重要，但人唔可以只有爱情，唔系佢会调翻转嚟折磨你。我嘅爱情系条单程线，个盘有几大，棵树就有几高，离开屋企先可以长大。玫瑰的故事，星期一晚9:30，翡翠台。